Hello， 大家，我是艾琳，我又回来了。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，今天我们要做的是20分钟的全身燃脂训练。20分钟，我们会集中精力燃烧我们从头到脚的脂肪，肩部、胸部、腹部、大腿、小腿都会练到。艾琳有偷偷的设计12个不同的动作，希望大家练起来不会觉得无聊。做的时候会感觉到心跳稍稍加速，浑身发热，这就对了。跟我一起做到最后，会感觉到浑身通透，非常爽。OK， 那准备好瑜伽垫和水，让我们开始吧。今天我们一共要做2轮训练，每轮训练12个动作，每个动作30秒运动，10秒休息。在开始之前，大家不要忘了点赞并且转发这个视频给需要的朋友。那如果你觉得光瘦肚子还不够，还想瘦胳膊、瘦大腿、瘦全身，别忘了关注艾琳的微博和 B 站，这里给你们准备了各种免费的训练项目。艾琳有尽量设计各种不同并且有趣的动作，希望你们练起来不会觉得无聊。油管的小伙伴们，别忘了打开你们订阅键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抢先看到艾琳最新的健身动态。找一块瑜伽垫或者地毯，让我们练起来。首先，我们来热身，做一组开合跳。再坚持最后5秒钟，3、2、1，好，现在可以休息10秒。接下来我们做一组重重爬，双手肩宽，向前走到一个标准的平板支撑的位置，再走回来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热身动作，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全身都热起来。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波比跳，做一个标准的平板支撑，然后双脚跳到手旁边，起身向上跳，同时双手也向上，这个动作会让我们全身热起来，加油大家，感受心跳的加速。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深蹲，直立，双脚比肩稍宽，下蹲，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。接下来我们做一组带转体的深蹲，做一个标准的深蹲，但起身的时候把上半身转向左侧，同时抬左腿，用右胳膊肘去碰左膝盖。这个最开始做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站不稳，大家慢慢来，不要着急，尽量把核心收紧，保持身体的平衡。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臀桥，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。
长，手放在屁股两侧，吸气，让臀部和腰同时离开地面，抬到最高点的时候可以停顿一下，感受臀部的收缩。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卷腹，平坐，双手放在屁股后侧撑地，卷腹，用膝盖去找胸部，最开始可以慢慢来，感受腹部的收缩。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慢节奏的登山者，双手肩宽撑地，收紧腹部，保持脚尖不要着地，屈膝把一条腿向前，用膝盖去找胸部，然后交替，大家注意收紧核心，屁股不要翘得太高，如果你觉得做起来很轻松的话，可以加快速度。接下来我们做一组直腿卷腹，平躺，双腿并拢，慢慢抬起到尽量与地面成90度，然后慢慢放下，注意收紧核心，我们的下背部一直是紧贴地面的，如果你感觉腰部借力很明显的话，可以先在腰下面垫一块枕头。接下来我们做一组超人运动，平卧，用背部的力量让头和脚同时离开地面，胳膊向前伸直，这个动作刚开始做可能有些不习惯，可以慢慢来，开始的幅度可以小一点，坚持练习就会看到进步。欢迎大家来到倒数第二个动作，膝盖着地的俯卧撑和摸肩，双手肩宽，双膝着地，尽量让屁股、背部和脖子在同一条直线上，屈肘尽量用胸去找地面，然后用左手去摸右肩膀，保持呼吸的均匀，能下多少是多少。艾琳最开始也只能下去一点点，但是相信我，坚持每天练习就会越来越轻松的。欢迎大家来到第一轮的最后一个动作，平板支撑，大臂与小臂成90度，收紧腹部，让身体离开地面，注意保持背部尽量和地面平行，臀部和大腿前侧应该也是收紧的状态。再坚持最后10秒钟，大家3、2、1，恭喜大家完成了第一轮的训练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浑身发热，心跳加速？那现在我们休息1分钟，然后开始第二轮的训练，大家可以去喝点水，或者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瘦了点没。
一组开合跳。接下来我们做一组重重爬，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深蹲。接下来我们做一组臀桥。接下来我们做一组卷腹。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慢节奏的登山者。
接下来我们做一组直腿卷腹。接下来我们做一组超人运动。接下来我们做一组膝盖着地的俯卧撑。大家来到最后一个动作，平板支撑。恭喜大家完成了这个20分钟的全身燃脂训练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浑身通透，超级爽？如果你是第一次做就坚持到了最后，那你简直是太厉害了。我坐下来呢，也感觉有些吃力，整个胳膊和腿部都有些酸。最后，大家不要忘了拉伸，让我们的线条更好看。大家也可以去这个视频跟艾琳一起做一个10分钟的全身拉伸，避免第二天浑身非常酸痛。如果你喜欢和艾琳一起训练，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，点赞并且转发这个视频给需要的朋友。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，今天是你跟艾琳打卡的第几天。那如果你觉得光瘦肚子还不够，还想瘦胳膊、瘦大腿、瘦全身，别忘了关注艾琳的微博和 B 站，这里给你们准备了各种免费的训练项目，艾琳有尽量设计各种不同并且有趣的动作，希望你们练起来不会无聊。油管的小伙伴们，别忘了打开你们订阅键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抢先看到艾琳最新的健身动态。那最后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期见。